实在就是 SUM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上翼汽车的小张。那今天呢，来到了我们的上翼的三重店哦。那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这一台2011年的马五。那它本身是一个小改款的车款，对。那它我们现在售价呢是33.8万。好，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内部。那这台的马五呢，我们现在里程数呢是147,000公里。对，那再来呢，看到我们的方向盘的部分。我们方向盘部分呢，它上面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音响快播键。那它这个本身搭载的是呢两颗安全气囊。那来看到了我们这边，那它是一个有电动后照镜的一个功能。那来到了我们的音响的部分，音响的部分呢，我们现在都可以做一个加装跟改装，可以变成我们最新的安卓机系统，或是像那个 CarPlay 的部分。那还有说我们这个冷气呢是属于一个恒温系统的。那在我们的上面呢，其实都看得到它是一个有液晶屏幕，看得到我们的冷气是一个恒温。好，来到我们马五的侧边了。那在马五呢本身，他们的设计是一个滑门的设计哦。那它是一个侧开式。那在对很多小朋友啊，或是长辈啊，他一个开门的动作是非常安全的。那还有说呢，像他后座呢，他都有所谓加装的那个 ISOFIX。那马五呢，它本身是一个7人座的一个车款。那其实马五呢，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小地方哦，就是我们的马五呢，它可以变成是6人座的样子。那其实呢，中央这个部分呢，也可以把它移下来，变成我们的中央扶手。那其实我们在乘坐上面呢，也是一个非常舒适的，那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空间。后座出风口，那它这个是跟 Wish 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好，那看到我们的马五呢，其实我们后座呢跟第二排呢，它可以做一个打平，可以变成整个是平整式的。那如果说呢，在我们出国啊，还是说可能说出国旅游，或者说在国内旅游的话，那它是一个非常好使用的一个大空间。好，那来到了我们的引擎室呢。那其实呢，引擎室里面车子呢上面都会有一个制造厂的一个贴纸。那可以看到呢，我们这边呢有一个2011年的，那它就是一个2011年出厂的一个年份哦。那来到了我们的叶子板的部分，还有引擎盖上螺丝，这些螺丝都是不能有被拆解过的。那来到了叶子板这边也都是一样，螺丝的部分也都不能被有拆解。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第三方认证，那其实我们就是请一个专业的技师，那专业的车厂来帮我们做一个车辆的查定的部分哦。好，那这台呢是我们的2011年的马五，那售价是33.8万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朋友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